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咁啊，翻到嚟玩足球小将新秀崛起啊！咁啊，今次嚟抽呢个卡包嘅。咁首先嚟到主画面嘅终极自定呢一度，咁啊有三样嘢啦，咁可以自定翻呢个选手啦，咁啊仲有呢个创造嘅队伍或者编辑队伍。咁第三个咧就 PP shop， 咁可以买呢个道具啦，抽嘅角色卡包。咁啊，包括咧可以抽呢个发型啦、勋章啦，咁啊，仲有啲卡包咧就呢度嘅。咁啊，包括有宝藏卡包、前锋卡包、中场卡包、守门员、后卫嘅卡包、国中嘅卡包，同埋呢个青年嘅球员卡包。咁啊，最贵咧就系呢个全明星卡包啊！咁我哋首先咧会抽呢个宝藏卡包，咁我每个卡包我会抽每样十次，咁有呢个单抽啦，同埋十连抽嘅。好啦，咁我抽到个溜嘅角色啊！如果再抽多几张咧，会有个卡 level 啊，咁啊提升翻嗰个卡嘅等级，咁去到等级三或者等级五咧，都会有个特殊任务嘅。咁最后啊，略过咗之后，我哋可以确认一下抽到啲咩卡啦。咁啊，抽到立花政府啊、新田信旁边。仲有德国嘅西杜啊、核弹头、荷兰球员同埋巴西球员都可以抽到。好，咁啊前锋卡包啦，咁啊最主要啊系全部都系前锋嘅球员嚟嘅，咁需要3000个 PP 啊。好，咁啊又系杂木星。好，今日啱啱升咗级两呢啊，本间实一个武藏嘅球员。咁啊抽到佐野满啦、龙一啦、来新呢啲前锋球员。咁啊仲有巴西啊、巴拉，呢个法国嘅拿破仑，荷兰球员都有，仲有阿根廷啊。咁仲有美国嘅马丁、塞内加尔嘅前锋都有。好，今日到中场卡包，咁啊可以抽到智慧啦、麦泰诺啦呢啲比较出名嘅三杉纯嗰啲。咁啊都系用3000个 PP。好，咁首先有迪亚斯、智慧，又系迪亚斯喎。好，咁啊蒲边，诶、哎、抽到泰莱、阿路治，又有西度，咁啊仲有比尔啦、雷欧啦，巴西嘅。好，今日之后再抽呢个守门员同埋后卫嘅卡包啊！咁首先有林元三啦、赤藤阳、早田胜、梁仔嘅健威、森崎、或真吾。咁都系用3000个 PP。好，林元三啊！咁啊，有呢个艾贝托啊、格鲁巴，咁啊，仲有荷兰嘅龙门，有英格兰嘅莱布森，
好，之后咧嚟到抽呢个国中球员，咁啊都系抽花志伟啦、廖志强、松山、三杉淑、立花兄弟，咁啊全部都系日本嘅球员，咁啊要3000个 PP。好，咁啊三杉淳啦，志伟，好，咁啊抽埋立花和夫啊，咁啊有赤藤洋雕、田威料，好，其他都有噶啦。好，咁啊之后咧到呢个青年球员包。咁可以抽埋呢个海外球员啦，有史莱达啊、德国球员啦、法国啦、荷兰啦、英格兰啦、巴西啦、阿根廷啦、塞内加尔啊、美国队嗰啲都有。咁啊，又系用3000个 PP。好，咁咪比二，咁咪争一张卡就升级啊！咁啊，史莱达都啱啱升到 level 二，个塞内加尔都升埋。好，咁咪依个梅拿啦。好，咁啊，最后啦，抽埋呢个全明星卡包啊，咁啊，最贵嘅卡包嚟嘅。咁啊，每10年抽都要4000个 PP， 咁啊，抽晒啲最顶级嘅球员啊！豪兵、迪亚斯。全部都道具，咁最后咧就睇下有几多张卡啦。咁啊，志伟啦、林元三、松山光、三杉淳，咁梁仔都有撩啊。咁啊，比尔都去到 level 三。诶，仲有个美国嘅龙门啊，好唔错。抽晒之后就最后啊睇埋诶显示所持有嘅好友卡一览，咁啊成个表就争一个未有啫，咁啊其他都有齐，已经系99%达成，咁争第二位啫，咁啊二号呢个就系日向小志强，咁啊平均嚟讲都有啲系三呢啦，两呢都有。咁如果你可以集中去抽嘅话，例如我叫翻个小志强咧，可以抽翻呢个前锋卡包，咁有机会都出到其他嘅前锋球员，咁可以专系谷佢哋都得。好，今日迟下再储多啲 PP， 再同大家抽。咁我哋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